右边这台荧幕上面，右边的大荧幕上面是卡奥鲁的相机尾屏，第二台左边的荧幕上面则是好，黄春曼对陈正贤啊，朝着陈正贤开始，第一次是卡奥鲁的，第一次是卢拉对象，没有变色的克里斯，好，右边这台。 卡奥鲁的选择角色张国涵，还有李丽，再加上爪子啊。那我想大家比较瞩目上面最要注意的就是右边这台卡奥鲁的对战。好，现在第一支张国涵对战的是卢拉。 哦，黄金一个角度，进入大摔，张国涵还有机会哦。时间快到，哎，大摔到了，有机会逆转，时间，哇，哇，真的是可惜，张国涵逆转了哦，第一次没有拿好，李伟霆有点危险，第二次金克版。 卡奥鲁的体力也是相当厉害，哎，前面，哇，下轻脚，下轻脚，一段前面，卡奥鲁，然后这一次，秋雨。 陈正贤，快写出来呀！三姐，大家抓到了！哇！谁说？郭胜者，陈正贤，一批的陈正贤啊，是你吗？一批是哪边？一批是哪边？一批这边嘛，没错啊。陈正贤获胜。哦，那我们这边一回战果然没错，胜利者陶鲁跟陈正贤顺利晋级，再来下面两场，可以准备开始了。